我要甲毋知。好佳哉有人讲我收留，我有写批予你，啊，不过我都无收到你的批信。等到我真正知道为国，已经是经过九年啊。我倒转去你的庄头，我无同款，我一直叫三军将在你的厝的。但是我找无，不管，你做哪查人，拢还算一个笑，都无带一个遐，不管我失去你联络，分担一个啦。当然好事我讲了，受伤两遍，干那来叫个人。我看到这个字好一滴水，完全无下落。我感觉来见哥哥，真是无怪你。我找到咱两个后生啊！